吃什么？这什么鱼豆腐？鳕鱼豆腐，好好吃哦！真的吗？介绍关东煮的特选食材就是这一个鱼豆腐吗？那试试看鱼豆腐。等一下，你再做一些表情，我要让导演看，他觉得够不够？对对，请问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鳕鱼豆腐。遇到鬼啊！喂，我错吗？遇到鬼嘞？要顿一下，让摄影师来得及，焦距要调一下。小 S 姐姐，太快了，吃一口，然后吞一下，吃到毒药。喂，试试看，我给你拍那么多广告，我们换一下滨崎步，滨崎步试试看，滨崎步的眼神。那报告导演，您是要觉得好吃还是不好吃？把你的感受完全表达出来。这个我现在吃的这个是什么？石头。我怎么觉得是月饼啊？苹果哎，苹果。客人说，哎，这是熬汤用的对吧？苹果它是东京的吃法。真的吗？你好冒险哦，这个好吃吗？东京的吃法。哎，我这个真的好吃哎，不是我乱放的。应该是高潮。会冷吗？你怎么那么委屈啊？我天啊！冰淇淋，等一下解释，苹果真的好吃吗？好不一样的感觉哦，因为不是关东煮是咸的吗？什么感觉？就是因为苹果我们吃的就是苹果味嘛，所以这个是这个应该有关东煮味好少，怎么觉得是废话？所以我的锅子里